你哦，黄字好像强。飞哥呢？我会飞哥。龙女是 A D 的，是 A P 的呀！快快快！那指定是 A P 的呀 ！A P 的，好好好。猛兔 ，C 哥，他们说瓦罗兰特出新英雄了。啊，11月1号才上线。我已经看了王汉哲的视频了。哦。哎，我宇哥。现在脾气有点大啊，宇哥。脾气有点大。咋的了？脾气有点大。闪闪。看我塔姆。来了。来了。来了。对面也有塔姆，怎么说？我是嗨姑娘，我这是我对面没有塔姆。哦哦哦哦，这是你花粉过敏，不好意思。你知道那个梗吗？嗨姑娘的梗。说实话，一直不知道。OK。就我的回音，不可能，我没有回音。现在没有啊。谢谢旺旺就是喵。谢谢旺旺就是喵的两个魔法飞机儿，谢谢，又出货了，兄弟们，赶紧现在魔法飞机儿啊，出的概率特别大，来点魔方，兄弟们。哎，皇子好像很强呢。皇子是可以的呀，皇子。在我面前无济于事。龙女儿，波兰剑。哎，我应该女神类吧？女什么神类呀？啊？银马出什么女神类呀？这里面出什么？这蔚蓝无限火力嘛？无限火力出什么女神类啊？我出什么？你出神分哦，好，第一出的快点。你问问你问问弹幕，神分怎么样？弹幕我也不知道。这些中风，其实可以。哎，其实小明可以玩那个莫甘娜，我猛 Q。哇，他好过分哦！这个 EZ 谁？他一直在 Q 我们，再过来要我受不了了！好好好好好！我操，老男孩，蓝会转盲星，亮，要盲星出的，出击了，出击了！小兵已经出门了，他恶心你！好，他打断你，好恶心！我挡着你，西哥，喂，没事，他 Q 不着我。哎，你这是嗯，二哥中路给你了，我去上路了啊，去吧。那我去下路。好的，这个我一个一个准的。干什么？嚣张，这里还有一个眼，5块钱。下路是黄子和娜美。没事，黄子到时候会 EQ 过来，你直接 EQ 他的钱儿，你直接 Q 他的钱儿，他一定吃你的 EQ。天使，天使是什么意思啊，大哥？无限火力玩天使是什么含金量？攻速快啊 ！AD 攻速快。他们没有面对过和我一样的生物。哎，趁着有小兵，觉得我点不到他。嗯，往后撤。那个起飞。别着急。点燃，死了。漂亮。你要被毒死了。这技能杀不？再舔一下，他死了吧？哎，我操！完了。没舔到，他走的很快。龙女到底行不行啊，兄弟？木刃确实可以吗，兄弟们？差一点，他用哪？根本不着急。天使16扇巴掌，扇的你妈头都裂开，真的假的？有这么离谱吗？那就不要。哎 ，cute。那出啥呀？第一个。哎、快跑！收割者吧，这你敢过来？完了，你能跑了不？不收割者呀，你跑不了。我操，这个人好恶心啊！是不是收割者？快快快！没事，快点，快点，不亏的。小子，独灯，一个一个线尾。我默认爽一点。哎呦，这哥们还想背我是不？还背还背，干什么？哦，意义都没有爆出来，要
这不猪八戒搁这背背背。我去，帅！你这个，啊，什么？暴走，暴走，暴走！他投降了，他回家了。暴走，暴走，走！毁灭冲锋，恐惧之灵，暴走！哎，暴走！咦，暴走，暴走！不行，玩不过他。一到近了得留个闪啊！你玩不过他，那怎么就是要念念他的名字是吧？好玩是吧？没有啊，我随便念念。我打的不好吗，弟弟？看我操作。暴走！我直接个猛舔，我下潜。哦，还好没起来。没事，暴走。不按了。暴走。暴走！哎呦呵，他还闪现把挡。我玩的还行了，我六级之后，你看我全世界跑。他们两个不好杀，我们不好杀他们俩。确实。哎，他走的有点快。哇哇！我受不了了。我推。哎呦喂！我推。你跑太快了。我受不了了。闪现了。我推。把他抬起来。怎么办呀？没事儿，别着急。哎，等他出什么装备？啊，他出的这个装备，没事儿，没有用。我直接一波强越塔，兄弟，我能扛一下。好，我扛不了了。OK， 清完兵就刷野，兄弟。好，不怕，我开太大。哦，他们玩的可以。他有点优。林志炫没毛病吗？我在和轰轰玩，表哥。青灵之血没毛病吧？青灵之血，他有点优。他后面我们得打他后面这个娜美。娜美吗？王子树。你要再抬一手，我们接着弄他。他有点优。好。退，贺推。要换那个。贺推。不好弄。哎，他这个怎么越来越痛了？救！谁？没事，能杀一个。没事，王子肉找我。再回家换个装备。到他。他这个毒好痛啊！回家换个什么东西来跟他打？你这不好吐啊！谁？道路好吐，大哥。这什么意思？下一件。他敢往脸上溢啊！他好恶心啊！他真是……魔切！你干什么？去你的吧！去你的吧！德玛西亚的敌人必将灭亡。莫说，注意的干，小人鱼儿。嘿，破推！破推推！我操！C 公公，帅，这呼，贺推，请走位，贺推，不让上，出什么玩意儿？收集者，哎呀，完了，哎呦，我还欠你，直接将贺推，那里有个野，贺推，哎，这个天使还给他加了钱，贺推。我也去，不好弄他们两个。打一个，推，给自己搞大。推，哎呦我操！不出来，上不了。没事。怎么没了？只有我们压过去，他才跟我们打。我们不压过去，他不打。太怂了。王子他们去哪了？没看到。小龙啊，好，小龙能不能打一个？这一个。等一下。下路上不了，别着急，我去给这个一锤眼踢了。好的，你给他踢了。我在左边来。不可能啊，黄子肉啊，跑不了。谢谢恋人，谢谢 ZX。收集者是吧？撤。收集者全穿甲。谢谢，叫我蒜头王吧。哎呦 ，nice！ 下午这么嗨，我也来了。帅！哦，他
他们两个想虐我，说我第一个人中国偷到家门口了。大哥，你能走不？中午来帮你了。推肯定是不行了。这学的什么好？这是小伊犁虐我。你这什么马？我哪里的马？我这热烈的马呀！我这是太晚了，兄弟。谢谢先达周大强，谢谢蒜头玩吧，俺就练一个。兄弟，我这个太捞了，太捞了，我操！哎呀，过来找不到他赢啊，大哥！哎，去去、哎，我的队友。哦，好吃好吃，快走！妈的，我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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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中路我来了，中路我来了，中路我来了。不行了，我走。呵推，呵推，呵推。不让走什么意思啊？不让走是什么意思、啊？不让走是什么意思啊？打不动啊，兄弟！我来了。姐姐在这里面强不强？下一件什么？都在抽穿透，我感觉得出了、这个。干什么？怎么连个兵人都没有呢？我来了，我来了！哇！我来了，信哥！拖住，拖住，金甲一扔 PC。呜呼！哎、我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哎，那个谁呢？嗯、跑了。什么东西？就是他！就是他！推！打的就是他！嗯。来了来了来了！兄弟们来了兄弟们来了！打个瞎子！呵推！呵推！呵推！他这个天喜想干，我疾跑一下，喝推，喝推，什么意思啊？啊，什么意思啊？敢一直推的、啊？喝推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结果直接秒掉。你在干什么？啊，什么意思啊？敢一直推的？这个这条小龙，你在十分钟之前就说要打他。大家都在猛飞，只有我在挨揍。没有没有，都在。好想舔一下心子，再出个什么，兄弟们？哎，中路这个是个什么玩意儿？嘿，那能杀吗？凭什么？好杀吗？不好杀。呵，推！我把这个炫舞女明星干了。你凭什么？你凭什么？呵，推！哎，呵，推！喝推，喝推，哎呦，他好毒啊！喝推，是的，没有办法。推，我怎么推上来前他都有来了，兄弟，我装备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呀？妈一刀！这个天使大招的辅助都没过了场啊！被他爆死了，他很残哦，我们都死了，不是天使被大了。很残很残，这里还有一个蛤蟆啊，不是，还有一个炼金，他应该走了。嗯，黄子心之刚，我中风哥，谢谢。我去找找他一折罪。呀哈！我感觉我这是打团英雄。呀哈！好，打团，我来了。我来了 ，OK。我疾跑一开，死了，三个人。喝推，喝推。来了，大哥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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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了。喝推，喝推。我他妈又被套虚弱了，大哥救命！喝推，喝推。哎呦我操！天使在里面这么强，完了，控制真恶心，顶不住了。又靠一脚半血，那捞啊这个！过去了就被套虚弱，这虚弱太恶心了，这虚弱。咱好像没有人玩，打不进去呢。打不进去吗？下波没事啊，下波给他推了啊，突塔突塔突塔，完了，感觉要死了，哎，别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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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想守塔的掉过去塔就没了。嘿嘿嘿，我去！哎，拯救！
他天使喷了，速度太快了。他这个强行把你搬了搬去。这天使怎么这么夸张啊，兄弟！我来，我一刀了一脚，没踢死啊！偷塔，还是偷塔，逮不到他的后路，我得去找一找他后路。我是，嘿，破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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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屏幕就没亮过。一速七百得就追，追追追就喜欢追，破推。完了，我操！追不到了，这等追呀、啊！他的屁有毒！我这一脚怎么才踢这么点血啊？不到啊！算了算了。我去！得来点饭。你个龙女带什么线哦，他们说我不用带线、我直接就能偷是吗、我这么牛吗、哎、不了了，我能直接推基地吗？无腰是吗？好好好好，早说呀、哎呀，这怎么办？我没有到。接着玩，我没法玩。他们这个阵容啊，哎呀，我没有大，全是控制的。哎，我受不了，急，嘿，破推，兄弟，破推，受不了，破推，破推，破推，推，大哥交给你了，大哥，交给我，我跑，我跑不了，急，走，走。OK， 哎，王子爷，过分！下把玩炼金，下把玩炼金，我不可能再玩人马之英雄了。下把玩炼金，玩炼金吧。好，我觉得炼金可以。这龙女没太整好，我再来一把。好的 ，C 哥这把盲僧金大力啊，金大力，点名批评5.4。他这个炼金儿谁啊？有点厉害啊，炼金儿。你也就5.6，你说我5.4，啊？0.2不是分，比你高0.2不是分，是不是这个男人？完了，摁错了，我的电脑有点卡。